哎，杰林，怎么？喂，你在做梦？跑步啊！不要跑了，我带你去玩下跳跳床。怎么跳跳床哦？能跟我玩啊？啊，对，赶紧，走，快点，不要跑了。喂，这么黏，你那么臭。你啦，我老不是讲带我去玩跳跳床了咩？带我来这里运动。啊，那就是跳跳床啊。啊，跳跳床不是那种转来转去的咩？不用担心，还没有开始，现在开始的时候你玩到不要回啊，我跟你讲。不好玩我就混你啊。林跟你讲的啦，是很好玩。当然是去玩了啦，舞步都是由无敌出色的 Captain 独家编排的哦，外面找不到的，结合了 Boxing、Tabatala 还有 Gym 的知识，有效帮助我们燃烧脂肪，还可以雕塑我们的体态。 Captain 也培训了数位的小教练，带领更多的人啊一起瘦身，所以有兴趣成为教练的朋友们呢，可以联络他们哦。对了，有族同胞哦，也可以一起参与，在 Star Life 呢不分男女不分种族，大家一起达到瘦身目标，这里的气氛真的超级嗨，好像是 Clubbing 这样嘞，完全就是很 enjoy， 不喜欢运动的朋友呢也会爱上哦。新学员上课前 Captain 还会提供你们一对一的指导，根据你们的身体指数设计适合你们的20天 Slim Fit 计划，所以啦，只要你们跟着 Captain 的指示，包你可以在短期内达到理想的身形。营早餐外面是很多啦，但是拉花的营养奶昔应该找不到吧，你们有没有想到 Captain 竟然还会拉花，特调的饮料哦，根本就是网红的打卡饮料，一杯下去啦，满满的饱腹感，重点啊，低卡健康又养生。杰林回来，你要黑自己回来，我还要继续跳狗。